他是摇人。然后他就飞过来了，然后就遇到了。后来一看，他突然之间一个轮胎就飞过来了，然后撞到了什么？撞到他，然后他然后就飞到我身上来。刚开始还不知道，后来站起来一看，就。It's by a video.